有妙招来解开层层的问号，加上是非与懒放宝，一起合力解决丛林动物的烦恼，探索的路。在遥远的丛林岛上，身怀绝技的特工们时刻守护着丛林，但甜心博士的到来却令丛林岛陷入了新的危机。此时特工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力大无穷的一号特工幻影，飞天遁地的二号特工纸飞，擅长发明的三号特工蓝方包，还有我们速度惊人的新队员七号特工阿乌，他们就是丛林特工队。有毒的湖水下，植物果然厉害。等丛林里的动物都因为这些变异植物而倒下，就再也没有人阻止我采挖资源了。小丑鱼那两个家伙，不是让他们看好门吗？怎么还是让人进来了？到底解药配方在哪里呢？小心！看来这些不是一般的花。欢迎，你想说什么？笨蛋，别说话，这些花是根据声音攻击的。
们成功了。你的声音太大了。欢迎，你真聪明。哼，当然，不然怎么当你的师傅啊？我们快去找解药配方吧。嗯。哇，这花比刚才更厉害。我没去找你们算账啊，你们却主动送上门来了。天星博士，快点把解药交出来，因为你这些奇怪的药水，丛林里的动物都中毒了。解药配方在这儿，有本事就过来拿吧。尝尝这些喇叭花的激光攻击吧。神力魔托，急速消防。雷霆万丈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怕电？植物是不怕电的，你连这种常识都不懂吗？阿乌好样的。这些喇叭花你是永远除不尽的。你机器，既然这样，阿乌，我们毁掉那台机器。但是喇叭花在保护它，我们无法接近。
就是解药配方，我得赶快把它传送给乐乐。太好了，你们都没事了。丛林里其他中毒的动物也都恢复了健康，特工之眼。多亏你们的努力，这次的事情总算完美结束了。这次全靠幻影的计策，我俩才能成功完成任务啊。幻影的计策？怎么了？是我的计策又怎么了？幻影居然有计策。你们忍者猫为了偷取一些强大的装备，居然偷偷潜入甜心博士的一号工厂里面，没想到装备没找着，反而意外弄出三个复制品。而忍者猫居然带着这三个复制品来到丛林到处欺负小动物，还要大家承认他是丛林最强。为了阻止他，我们丛林特工队立马出动。我是特工幻影，跟我一起守护丛林吧。Thank you.